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极客鞋谈。今天给大家说一双鞋，哎，先不跟大家说品牌，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猜出来啊。我们先一点点看，看到最后你才能够猜出来这双鞋的品牌。先来看它的外观，这双鞋的外观，先看它的颜色是那个清凉的雪碧色，一看就是好像为夏天量身定做的一款篮球鞋，对吧？确实，这双鞋非常透气，就是大家能看到这个鞋，基本上除了后跟这里以外，全身都遍布了网状一样的网面。然后它的前面是用的一般的这种传统的工程网面，里面比较薄，没有填充，非常的薄。左右两侧呢是用这种有支撑的硬一点的鞋面，开的是这种菱形的孔。再看鞋舌，鞋舌也是比较传统的那种网面，就基本上是全身非常通透的一双鞋，让我想起了之前测的那双音速，老的音速的改进版。然后你去看后跟的话呢，其实它也有一点点网面，但是基本上是不透气的。但是也是想告诉大家，这个鞋是想往轻量化的一个发展，就连它这个鞋舌都开了个孔，简直不敢相信吧。就这双鞋它一个目的，大家我觉得应该能看得很清楚，就是要透气，要轻量，所以这是一双非常透气的篮球鞋。那再看它的一些支撑，一般很轻的球鞋不会有特别多的支撑，那这双鞋它采用的是热压，就去加固这个鞋面，脚趾这里用了热压，然后两侧也是热压，鞋带孔周围也有热压，后跟这里做了往上飞出来的这种，应该是中底吧，应该是 EVA 的材料，比较稳固，包裹的面积也够大。然后侧面呢是叫4D 网布一样的这种鞋材，把整个这个后跟包裹住了，鞋内的这个后跟内衬还有两颗这样的海绵，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是支撑中还带有一点透气，不完全是没有支撑的鞋，毕竟是篮球鞋嘛，还是要讲究一定的支撑的。它的这个名字叫 Levitation，设计理念嘛，其实是当设计师看到天空上有那种飞机飞过天空是留下那两道白色的杠，像云一样那种杠，飞机里面喷出来那种热气遇到冷以后凝结形成的水柱，然后形成一条比较美丽的那种弧线在空中，所以当时这也是设计师的一个理念，所以能看到在鞋身有这种一条一条的这种类似流线型的东西。然后我们再看鞋底，鞋底的话不给大家看 logo 的话，其实也能看出来是大底的这种大面积的人字纹，然后有一条条这样的竖的杠杠，这个杠杠也是类似这种喷气式的飞机留下那种天空上的那种痕迹吧，都有。足弓看不到任何支撑，现在还看不到，我们掰一下，掰一下很难掰得动，就还中间还是有抗扭的，但是可能面积不是很大，因为你看前掌是能很轻易的这样像跑鞋一样去弯动，但是足弓这里还不太行。然后它这里用的这种缓震材料呢，其实这个品牌自己特有的一种 EVA 的缓震，然后加了高分子材料的，所以看上去有一点油光发亮的，有点特殊。然后其实踩上去脚感还可以，因为我昨天晚上已经穿了打了两个小时球了，确实后跟的缓震还不错。你整体看这双鞋的话，就会觉得有自己的设计语言，就也不是那么的非常的 unique， 非常的就是说风格很明显，但是你又能看出来它是在走自己的路子。好，我们再来看它的鞋垫。鞋垫用的是叫 Soft Pad Light 的一个鞋垫，我摸了一下，应该是 EVA 质感的，不是一般的 Oscillate 质感，也不是一般的 PU 质感，好像是 EVA 鞋垫，然后比较软，厚度也还可以。所以总体来说，这双鞋是一双还比较普通的篮球鞋，但是呢，它有自己的设计语言，然后比较轻量化，然后可能会很适合夏天大家打球，在室外很炎热的这样一个情况。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些品牌吧，毕竟这双鞋不是我们自己买的，是品牌方提供的，也是今天也是充值的节目，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双鞋是特步的啊。看到这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惊讶，也有人说，哎，其实也没什么，我知道应该是特步吧。就其实这双鞋，我反正觉得它做这个去 logo 化已经做得挺好的了。我现在不看这个标志，我基本上很难认出来这是一双特步的篮球鞋，因为它还是像之前测的那双跑鞋一样，它全身上下没有特别多的特步的标志，连后跟这里都没有了。特步上次那双跑鞋还是有的，我记得这双鞋已经基本上达到了99%的去 logo 化。待会儿还会在这个场地，在这个室内的这个塑胶场地再试一试它的耐磨，在镜头中我们再去看一看它到底在比如说抗扭啊，或者是横移啊，或者是变向的时候，它整个这个鞋的支撑怎么样。昨天我试了一下，我感觉前掌这一块会有点空，因为缺少一些海绵的填充或者内靴的包裹，然后后掌的这个缓震还可以，但总体来说鞋身抗扭我觉得有一点点弱，有一点点柔软，可能不太适合大体重或者是那种力量型的球员，但是后卫型的球员可能会合适。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再打打球，然后再感受一下，最后我们来给他一个10项评分，然后来总结一下这双鞋到底值不值得大家真的去入手。我刚忘了一个事情，就是要剪一个东西，因为这双鞋其实两边大家能看到是有那种动态的绑带的，但是我昨天没有剪掉，是因为我看它完全锁死了，想试试看完全锁死绑上去什么感觉。我因为脚背比较高，所以完全锁死绑定的时候还可以，但是会稍微有点欠缺。然后我看到这个设计师自己在虎扑上的帖子，他会说，劝大家把这个绑带的这个线给剪开，所以我今天也拿了把剪刀试一试，把这个动态的绑带完全剪开，然后让它完全的动态去贴合你的脚面，再试试上脚的感受。好，试一下。弄了10分钟了，我感觉这个鞋弄完，今天太阳落山了，我们就不要拍了，明天再拍了。建议大家到时候用裁纸刀，如果要跳开它的话，不要用剪刀，比较省时间。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这双鞋的实战性能评分。缓震呢，主要集中在后掌完美的表现，不论是后掌落地还是后跟落地都不会有疼痛的感觉，后掌的缓震可以给到5分，但前掌缓震几乎没有，单纯靠 EVA 只能给到1分，所以总分是6分。抗扭，这双鞋只采用了最基础的抗扭片，设计师也曾发给过我们大面积贯穿前后的抗扭片选择，但因为成本因素没有使用，所以抗扭的总分只能给到及格6分。鞋底的抓地比较优秀，纹路的遍布面积很传统也很大，可以给到9分，唯一不足扣掉1分，鞋底太过于平整，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在一些可以上翻纹路的地方没有设计，在一些可以立体处理化着地和抓地面积的地方没有做特别处理。鞋底防侧翻可以给到9分，有比较大的外缘设计，鞋底也够宽，唯一不足的是橡胶有点软，支撑力量不是特别足够。说完鞋底4要素，我们来说说鞋面，它的包裹前段非常松，中后段很紧，会让脚面的感受有些失衡，做一些侧移的时候会有不太贴合的脚感，算是比较严重的会影响感受。再加上中段的飞线所穿孔的是比较厚和硬的热压填充鞋面，会导致包裹感相互抵消，所以这双鞋的包裹只能给个7分。鞋面支撑也是差在前掌，中段也稍微有些柔弱，后跟的支撑非常棒。从变向横移的镜头中可以看到，它的鞋面形变会比较大，但由于鞋底很宽大，鞋身两侧有稍微厚实的鞋面支撑，控制在了一定范围内，所以鞋面支撑给到7分。鞋面透气给10分，基本上完美适合夏天的球场，因为鞋舌、鞋头和鞋身两侧均有通透的网眼覆盖。重量给到10分，300多克的鞋身比较符合这双鞋的定位，基本上不会给满场飞奔带来拖泥带水的感觉。耐用给到7分，因为这鞋底不算特别耐磨，而这双鞋可预见的是会被大多数用户穿上室外的场地，再加上鞋面全身网眼偏多，还是会给一些刮擦破洞留下隐患。
设计给六分，虽然这双鞋外观还不错，也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和语言，但我们认为它确实也有像论坛里帖子说的那样，部分设计有争议，有和其他国际品牌经典系列球鞋设计相似的地方，比如一些支撑设计的轮廓和鞋底纹路，但又不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只能给到及格分，以示鼓励。所以这双鞋游云二的总分是77分，它适合夏天的球场，如果是宽脚又是打后卫的小体重的朋友会非常适合这双鞋，如果体重偏大脚偏窄可能会不太适合这双发售价399元的篮球鞋。 OK， 我们在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这双鞋。其实这双鞋是第一次是他们的设计师在今日头条上找到我们的账号，然后私信跟我们说想邀请我们评测这双鞋，因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粉丝，也非常喜欢我们的评测风格，所以就做了这次邀请。然后呢，特步官方的回复也是说视频内容客观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并没有说一定要在充值的情况下送我们鞋的情况下要我们去故意说一些好话。所以总体来说觉得这一次特步做这双鞋还有包括它的市场推广都还是比较开放的，所以这个态度我觉得是值得认可的。然后作为一个国产品牌也非常能够认识到自己现在的一个发展阶段还在什么样子，所以一步步来。设计师他其实本来呢就是很喜欢在论坛上跟用户互动，他在虎扑上发了自己第一代的这个鞋的设计，然后也在跟用户沟通说哪里不好哪里好，希望大家跟我多聊一聊，然后我可以做得更好。那这一代他一样的也是在论坛上发帖子，很积极的跟用户沟通，当用户问他的一些比如说生产开发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说我们有哪样哪样的限制，最后可能导致这双鞋比如说就没有用全长的这个支撑片，而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较小的东西，然后各种真实的情况吧都非常透明的跟用户去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让这双鞋的发布或者说这双鞋的一个在市场上的出现更加接地气，也会更多人会一个新的态度新的角度去看这个鞋。所以总体来说这个反映了这双鞋还有特步这个品牌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先不论它好坏态度是很重要的，这其实是跟做事一样的，就是你事情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要做人做得好到位。最后再就说一点，其实这个设计师我觉得算是一个草根设计师，他可能并没有特别好的比如说留洋或者留学回来的高级的设计背景啊什么的，不过像我们以前说的那个 Adco 里面那个丁力一样，他是留学回来出国留学回来的，然后在正规的 Pencil 学习过然后得了世界大奖。我看他大概3-5年前的帖子在虎扑上还说自己在晋江失业了，是一个很小小的设计师，但是后来有特步这样的民族品牌去支持他做两款鞋已经做了第二款了，我觉得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运动品牌支持一个草根的设计师一步步往前走，大家也能看得到这个鞋在进步，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就是整体来说显现出了特步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但是呢如果能让这个设计师比如说在出国短期的培训或者游学一下，甚至是像去到 Pencil 这样的国际的机构去拓宽一下视野，可能会在他未来的运动鞋创作中能看到更好的结果，也会把各种各样不同的真的有特色的设计带回到国产品牌的这种球鞋中，那我相信也是大家会喜欢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然后至于今天我们为什么在轰隆隆的这个高铁上做这个结尾呢，我这也是想给大家下期稍微预告一下，大家应该下一期就能看到我们为什么会在高铁上说这一期。 OK，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